然后蒋师政阵亡，我们在1月8号到11号就是我们 RFDI 就是另外一个认证讲师在升级版，我们有全国有一个 FDI 的联谊会，现在有400多位的讲师，你通过了 RFDI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联谊会，全国的讲师都在里面联谊非常好的一个团体。那在1月9号到10号，就是你如果是讲师的话，3年你的认证，你即使认证了，你3年还是要再回来再训哈。这是我们今年度的讲师计划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地方，西湖度假村，好美哈。我刚刚看了很多照片，真的拍起来很漂亮，这是你们一辈子，你们今天已经赚到2亿了，就是你们一辈子的美丽的记忆与回忆，所以你这趟赚这多哈，赚两亿，而且又好天气哈。那我们现在都流行什么？几星级？几星级？现在几星级已经不够用了，就是要这样子相互学习，才能够发现新的价值，耐心的阶段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议长希望这两天让大家可以用心来学习，用心来认识我们的同学，这是新的发现新的这个价值。这个象征什么？来，跟孟姐来，雅秋，这个你们觉得它代表什么？要上这哦，要上这哦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来你来来。什么？团结合作，是吗？阿哥不够具体。来来来，王会长。国际化，象征今年的主题。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星光大道？为什么会做了这样子六个狮子的爪，而且又往外扩张？这就是塞住回这个塞亚的走路就是霸气大班这个就是迈向新纪元，挑战新高峰，也就是我们希望结合人际网挑战新高峰。那我们王会长，你讲这样也对了，国际化了。安尼有那个伞好不好？好。王会长，我们一年当中会有4个会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来问一下，今年的国际年会在哪里主办？对，你讲 LEDA 呢？来，等你，还是要道具？你真的拿到这个道具，我就。一下子就看到你谢谢。上面香港国际年会，吴刚，就来，铁牌来的，可以荣耀台湾服务有道的，你们要善用你们的道具呀，这个比较有亮点。来，哪里？日本福冈。对，送，谢谢哈。好，各位来个上分啊哈，来。今年哪里主办？没啦，今年远东年会啦。远东年会，有，这有 LED 我真的被他的那个 LED 就。香港，好送，好，一年里面有国际年会、远东年会，远东年会也就是我们有7个县章区，我们是第5县章区的年会，今年在香港举办哈。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复合区，等等，公告诶，好，来，我还没问问题你就，好，我们今年的复合区年会在什么时候举办？这一题可能有点难哦。没有，在哪里？不然在哪里举办？在哪里举办？对，送，好，对，没错哈。台北举办，跟大家报告，今年5月27、28
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在我们的台北典华是27号在典华开我们的首席代表大会，在我们的28号在我们的台大哦，我、哦、这首府哦，这是最高最高的学府，好，我那好看不，好谢谢，在台大哦要办我们的台湾总会复合区的年会，记得要踊跃的注册参加，一定让你们好看，对不对，议长？对，一定要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个100年参加我们复合区的年会，还有我们的区的年会。哦，春我文青，来，快快的讲过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年会的宗旨，找一位来练好不好？哎，要练哦，要练练练的要动听哦。动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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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机会哦，这边来，来来来来来来 A1 区，口齿要清晰哦，要有磁性哦，来。年会的宗旨：一、宣传国际狮子会的原则与目标；二、训练研讨、激励与表扬；三、审核与通过各项讨论事项与报告；四、促进师友情谊、增进服务合作；五、提供资讯交换以及活动服务讨论；六、增进 LCIF 的利益；七、选举；八、A1。哦，谢谢，练得很棒哦，送送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年会的宗旨。因为阿嘎剩下几分钟哦，我们很快的走过来。哦，啊，你的，哦哟 ，LED， 等下啦，迄家己也袂使啦。哎、欸，我们自己的团队不能举手啊。我们真的，我们要，哦，对了哈，对了哈，公正哈。来，国际年会每年都有两。哦，地主，地主伊倒啊？区万伊倒啊？无听到？哎，区万伊倒啊？区万啦，区万伊倒，区万无拢是拢走伊倒。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哈。来，那个区万的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，拿书的，拿书的，这个你们要有目标，不然我看不到。来，56届远东年会会在哪里主办？啊，无法度超过三秒啦吼，机会换人来，来溪水的呢？哦，台湾贺送，好，好，快快的过去哈、哦。啊，国际年会就有这么多，不是只有游行，我们真的要去参加啊、各种相关的研习营，非常的棒哈。哦哦、你可以到国际、会议厅，有很多的相关的研习会 ，LCF 啊，和平海报啊，还有很多狮子用品、哦、很多的资讯都在那边、哦、而且我们真的要去投票，今年我们有217票哦，过去十几票而已，10-20票，我们这一次217票，国际总会不止、看我们的 LCF， 也看我们的投票率，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国际年会。啊，好，阿嘎拜托姐，真的用选票来挺台湾，真的才真正有影响力哈、哦。这里我也很快的带过。哦哟，来，春波归文金啊哈、哦，好好，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拿到帕吉啊？有没有拿到帕吉？那个帕吉是什么样的帕吉？不是啦，我是说你们的礼物里面有一个帕吉，我看你们都别起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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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一下哈。不啦不啦，来举手好不好？无亮点，二、哦、二、哦、来，给一个这个啊，对对对，来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来赶快哈、哦，时间有限。那是什么帕吉？台湾。2017年第56届远东暨东南亚狮子年会的。啊，那是上班的呀、啊。走。不是我办的，是咱办的啦，就是我们台湾主办的哈、哦，56届远东年会，这一颗帕吉，非常有代表台湾哦。阿嘎嘛是很大胆的把台湾黑落去啊哈，真的，我们一定要行销我们的台湾，好。啊，东西没有了。限量哎哈，拍谁哈？这个真的是限量的，缺货了，缺货了。哎呦，今天你嘛要爱？哦，您真贪心呢，您真正，这届真正真的是
很有企图心。好，等一下再来送哈，我今天把它送出去哈。来，哦，这个是我们泰国哈，泰国的远东年会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有相关的很多会议，还有泰国这一次说真的办的啊非常不错哈。我也希望我们台湾办的时候也能来好好的行销我们啊台湾，就是把我们的台湾特色拿出来。那我们11月10号有办一个什么之夜来？到人笑我紧嘞！今天我觉得什么之夜？台湾之夜！啊，你是要去？缴1500块！来，你来控制。台湾之夜，每个人缴1500块，你给我等等啊！爱支持啊！爱支持阿哥！支持你掉了，支持台湾啊！好，这个很棒哦，这个比我讲还好用啊！哦，这个你们都知道，你们一定要去哦，今天都有录影哦。都有收证了哦，哦，录影存证了。1500块的台币，不是刚抓哦，哦，台币哦，很便宜哈，好恁啊那个烤乳猪啊哈，哦，哎呦，无物件啦，卖个假。好了，哦，台湾之夜一定要去。那隔天，然后隔天开幕，接下来就是56届的。哎呦！